谁说少年不知愁滋味？谁说少年不知愁滋味？谁说少年不知愁滋味？商朝30年，国力强大，繁荣昌盛，但和平之下，暗流涌动。姚显妲己利用魅惑之术，操纵商纣王推行暴政。妲己独揽大权，使得痛苦、恐惧像黑暗一样在大地蔓延。家园被毁的仇恨在人类的内心滋长，人类开始对抗妖魔。与此同时，仙界也派出了姜子牙等人前往铲除妲己，护佑苍生。妖女，还我家人！哼，雕虫小技，住手！你们是昆仑仙人？妲己，休得害人！看招，混天绫！太公在此，百无禁忌。宠爱我吧！无敌无敌！你们几个有点本事，好好感受一下上古魔神的力量吧。上古魔神，大家小心！侵蚀魂魄的真火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修炼了这么久，终于能下山了。对了，元始天尊说让我先去钓鱼台找姜子牙。你好，我是昆仑，这里就是钓鱼台了，叫上姜子牙一起出山吧。愿者上钩。姜子牙，师傅跟你。别急，我们要通过在战斗前布阵成功，让我们去接受道。这里是风息谷，道行天尊。道友留步，你就是那个大战妲己的小道士？你是谁？我是申公豹，现在在妲己宫中做客。设备告诉你，你的穿着土地了，你死定了！我最讨厌别人质疑我的品味。好强的法力，快使用法宝逼退他！我活了5000年，第一次受伤，有意思。别着急赶路，方才的战斗绿色加号表明有可穿好装备之后，属性会获得提升。熊穿其装备后可以进阶哦。让我等了这么久，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尊老爱幼？刚刚申公豹跑来找茬，耽误了不少时间。申公豹，他怎么会出现在昆仑？
道行天尊正在释放技能，使用姜子牙的控制技能可以打断他。不错，前路险恶，这里有一枚锦囊，可助你们完成任务。又有新装备可以装备穿齐了，终于可以进阶了。已经成功进阶了，品质高低顺序为橙、紫、蓝、绿、白。为了提升至更，对了，天尊给我们的锦囊可以打开了吧？继续前进，穿过前方，锻炼肌肉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太公在此，百无禁忌。人定胜天，奋力行事。鬼户决定加入我们的队伍，快去叫上他，一起启程吧。怎么样？你们就好好待在我身后，让我鬼户来保护你们吧。怎么样？新的英雄加入了，队伍逐渐壮大，要记得前方充满未知的危险。怎么样？作为历史的鬼户，百无禁忌，人定胜天。
在线一段时间，就可以领取一份天尊发来的礼物，快去领取吧。好啦，初级教学已经完成了，不过接下来的路还很长，要继续加油哦。在此，百无禁忌。人定胜天，奉命行事。强了吗？别急，谁说少年不知愁滋味，升级之后可以强化技能的效果，在战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